得奖人是陆小芬，金马影后，传奇的女演员，台湾电影史最重要的女演员之一。大家好，我是陆小芬，我在本日公休饰演阿蕊。阿蕊其实就是象征着台湾传统女性那种坚强。我几岁啊？我未胖几斤啊？勇敢。啊，两百伤贵啦！太小气啦！有一技之长，那外人家啊，叫我夹着头毛，敢那像去吃着毛灰同款，拢会调调。戏里面就是要男子力，要传统的。哦，练了很久呢。密集的那个集中营的训练，真正啊，因两个手要嘛开起。这要练习大腹肌、重心，直接要练。这部戏让我有很多很多回忆，让很多很多的那个感触。剪头发哦，其实每一个人头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啊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故事啊。无啦，我就想讲，恁爸爸顶个月奈无来夹头毛。他一个人带着他的工具箱，疲惫的面对着老客户的几十年的互动。他很坚强，很多事情都很硬，就是不要那么笨，他有那个情绪啦。然后他有内心的脆弱的一面，然后也又不能够很宣泄。Action！ 好，请三，烟尖。哎，很累的样子，立刻入睡。坐这边嘛。哦，好看啦，我你看啦。打呼啊！陆小芬作为一个影后，透过理解这个剧本，理解这个角色，去建构一个属于陆小芬自己的阿蕊。我会期待看到一个暌违已久，但是拥有崭新的面貌出现，而且最真实面貌出现的陆小芬。